婚礼是两个人的事情，所以我会听新郎跟新娘的想法，有时候是非常回忆的。嗯嗯，仔细聆听你们两个有一些共通处的时候，我把它做连结，发挥到最大。这一场婚礼就是你们两个都喜欢的婚礼，而不是只有新娘子开心或只有新郎开心。成功是你争取来的，创业是两个字，大家都有这个梦。因为市场的考验实在太严峻了，重视是你有想法，你有规划。在社会上，创业风险仍然是非常高。你的商品有没有它的独特性？我的专长比较华丽的风格，把这个做到200%，别人没有办法超越我。这个就是成就我们在市场上一定的定位跟我们的价值。